大家好，因为我的活动部分已经打完了，所以我发现我今天有比较多的体力去玩黄金时段这个活动了。那说实在的，好像也还好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当然，位置跟球队的部分还是最难获得的。那假设说这边有个地方要注意，如果你要集 Wiggins 的话，在我们的页面。你必须打的是有勇士队这一关，他才会送你比较多的勇士队跟得分后卫。对，如果你要集 J Crowder， 他是太阳队的，你必须打第三关，他才会送你大前锋跟太阳队的收藏品。所以这个是以上要注意的部分，就是我今天玩一玩也才发现说，哦，好像有差别。OK， 那现在最难集的应该就是，当然啦，他也会送你一些球员啦。对，球员的话，其实送蛮多黄金的，就是你就连续打个两三场，应该就会有了。然后球队跟位置代币是最难拿的，但我相信我这四天打一打应该就有了啦，现在已经快了一半了，对。那以上是黄金时段的这个提点啦、啊，对 ，OK。那祝各位都能收集到至少一张吧，试试看咯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